请问您是？我呀是位相声的演员。相声演员呢？对。那么您和我还不一样。哦，那么您是？我是文人。文人呐，看不出来呀。没看出来。这根本看不出来呀。这也对。啊，怎么了？我还没问过你呢。哎，没错，你还没问过我，所以我看不出来你是文人。什么东西？啊，文人墨客。每天早上起来读读书，阅阅报，弹弹琴，舞舞剑，爬爬山，尿尿床。哦，尿尿床呢？吊吊伞。哦，吊吊伞啊，差点把实话都说出来。哎，吊伞。啊，吊吊伞，吊吊伞，吊吊伞。啊，那么您除了这些舞舞剑啊，弹弹琴，那你还有没有一些道德方面的修为？有啊，每天看书，深有所得。你看什么？我最近特别研究这个四书。哦，四书啊，光研究四书啊。是啊。那大书、二书、三书怎么办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您光四书，那这大书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《论孟学英》四部小纲进。哦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是吧？然也。还然也啊？那我问问您啊，学了这么有学问的东西。有没有新的有没有？有啊，我最近特别留意这个孟子。哦，孟子啊。是啊。这部书我老觉得它非常的妙。是啊。非常的玄。啊。非常的炫。非常炫。这里面啊有几句话，孟子万章篇。是。孟子曰：“孔子甚知时者，有下位甚知何者。”这你讲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意思？学问不怎么样。学问呢，有点才疏学浅。这个孔子啊，知道？知道，听过。见过？没有。吃过饭，握过手？这根本没有。他问你什么？我跟他不同朝代的人，你别跟他谈在一块儿。没见过啊。哎，那你可不如我了。所以你见过了。梦里头。啊，梦里头有啥用啊？这个孟子说啊，孔子善知识者。什么意思？朱圣先贤呐。孔子是最懂的因事之一，事实而为的这么一位圣者。哦，那您刚说那个柳下惠，柳下惠是什么呀？柳下惠甚知何者？而甚知何者有什么意思？朱圣先贤之中啊，柳下惠他最懂的平和、调和、和为贵、中和谐。哦，那这柳下惠还不错吧？懂挺多的。柳下惠有一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认知。什么认知呀？柳下惠坐怀不乱。坐怀不乱。是啊。什么叫坐怀不乱？就是这柳下惠啊，啊，他怀里头抱着一个大姑娘，人家是丝毫不为所动。你说这个柳下惠怀里头抱着这么一位大姑娘，柳下惠，他姑娘什么话呀？他男的还女的呀？哎。讲话不能太粗俗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知道。这柳下惠功能跟我们都一样，大男人。哦，大男人。啊，是啊，大男人。那大男人手里边抱着一位这个大姑娘，丝毫不为所动。坐怀不乱。哦，坐怀不乱。那柳下惠他什么圣什么？甚知何者？圣知何者呀？我感觉啊，依照我的第六感，他是圣知亏者。甚知亏者啊？甚知亏者，这甚知和尚，你把他讲甚知亏者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抱着大姑娘心不都不心动，这不是甚亏是什么呀？还甚知和呢？这什么东西？想我周浩如啊，2500岁有余，自尧舜禹汤文武周跟孔子甚甚相传，莫不以尊师重道为一规。今由此狂人大庭广众污蔑先贤，畅言圣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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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是要唱还是怎样？你对得起国家民族吗？啊？你对得起兄弟姐妹？你对得起芸芸众生吗？什么东西、啊？你对得起？是谁？柯志海吗？我干嘛对不起他呀？啊，对，我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民族，对不起民进党，我对不起国民党，我对不起陈水扁，我对不起马英九，哎，我连那个柯志海。
也对不起了啊。你今天就在这儿给大家好好说清楚，什么叫肾之亏折？这个他不是怀疑我什么都不问，我就问你什么叫肾之亏折？30秒之内没有明确答复，本人当场怎样发扬巅峰？发呀！我说发就发。发呀！笨鸟待在那边。那好，你什么叫粪之规则？
聪明的小家伙，怎么可能比得了呢？好，那我不知道，说吧。好，那我说说。一定不在想当初，浩瀚三国出了一个莽撞人啊，只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赵云单人独马闯进曹营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这才闯出重围。曹操紧紧在后不追赶，在这党阳，张飞赶到，高叫：“四弟莫惊慌，谋家在此，料也无妨。”赵云放过了赵云人马，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张飞，抱头还眼，面如润铁，扎里扎煞黑的一副黑钢髯，犹如钢针，恰似铁线。头戴兵甲盔，头戴兵铁盔，二龙宝珠，上线八宝云罗伞盖，上线八宝轮罗伞盖，花花冠云裳，花冠云裳，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，身披锁子甲，手指战八手，手指连环蛇矛，在桥头之上咬牙切齿大骂：“曹操听真，此现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现有你家三爷在此，尔等或攻或进或退，或攻或战或进或退，或争或斗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争不斗，而乃匹夫之辈也！”大喊一声，曹兵退后；大喊两声，顺水逆流；大喊三声，把党阳桥给喝断。后人有诗赞曰：“长坂坡前救赵云，下跪曹操百万兵。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莽撞人。”莽撞人张飞，您比得了吗？别说张飞了，我咖啡也比不了。好，那你什么叫顺之规则？